来吧，哎，看见了吗？当下还真的觉得期待耶！倒计时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见过这样的筐吗？好，现在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们可以解放了，把我们的玉米放到地上，我们开始来数一下，来，还有，来，来，我们这三个小宝贝跟姐姐一起数一数，有多少个？一二三四五来，哎，拿！好了，哥欺负。所以我们向后看，我们的奖品在哪？小朋友们拿上来！小黄鸡，快去！哇，可爱！谢谢小朋友，谢谢。哎，小黑，小黑，我勺子有勺子没有？小黑，我小时候我卖过西瓜，西瓜是可以切成四瓣的，是吗？啊，这么回事。大姐，有勺子没有？所以我们失败者刚刚也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我们节目组不会那么没有人性的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们失败者的奖赏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什么呢？看着我们西瓜，是拿勺子给我们。看看勺子。咱们都自己人，不要这么难过啊！把姑娘勺子给我，把勺子拿来吧。拿不着我妈的。我绝对不是这种忘恩负义。哎，小瑞。哥平时哎，小瑞，我没事，娜娜，我跟你们在一起，我也看着吃。我就觉得吧，小瑞。哎，没有，但是真的小瑞，我觉得你是一个，他真的还是挺辛苦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事儿吧，就虽然是挺辛苦的，但是，哎，好了，没有，王老师真的也是很辛苦。哦，这个团结友爱的画面，很和谐啊。对，王老哥，好，你们吃吧。你勺子挖走半块吧。哎呦！吃吧。